都是血，这个孩子，你看他的试卷。我也是十八岁的，对，是那里的，没有的。对，为什么倒的都是学校？为什么倒的都是学校？你说今天胡锦涛到这里现场没有？如果他真关心，他应该走进来。哎，还有呢，在那个学校遗址上面站一站。谭作人喺四川大地震救援工作告一个段落之后，同一班志愿者继续走访灾区80多个乡镇，搜集遇难学生资料同埋学校倒塌嘅证据。半年后，他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，呼吁民间继续追寻学校倒塌的真相。报告发表无奈，公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将他拘留。今年二月，法院以他发表六四事件文章入罪，判他坐5年监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。遇见不平的事儿，这样说话，而且还是那么大的不平，而且被自己遇上了，而且动了心思了，我要做那个事儿。尽管失去自由，但没有想过要失去自由。但是如果因为这个失去自由，你最多觉得有点搞笑，你最多想想，啊，不会吧？有没有弄错啊？然后，没有弄错，那你就觉得国家比较搞笑了，然后觉得反过来一想，那个事更值得去做了。我觉得只要自己想好的、不后悔的事儿都值得。如果谭作人他现在后悔了，我觉得就不值得了。很庆幸的是，他没有后悔。参加过大地震拯救工作的志愿者，有部分仍然同遇难学生家长保持联络。非要弄出张所堕受堕的证据才能算证据。黄少东，成都人，当他知道北川中学学生的死亡很可能是豆腐渣工程造成，他同学生的父母一样觉得很悲愤。我们首先是做的第一步，然后我觉得我对这些孩子，我有一些，我对他们欠下他们什么东西，补偿的就是用真相惩办这个元凶。地震现在快2年了吧？你觉得在你们内心中，就是失去孩子给你们带来这个伤痛，是减轻了呢，还是加重了呢？
人家送到这个应该是永远都没把那个减轻的，有没有一点减轻？一点都没，肯定没的，只不过是要的是。而且反好多事都是不愿意去想起这件事，大家都说老实话，心里反正都是没想法。娃的阴影那些人，一切的那个随时都在眼前闪现，随时可以说随时随地一天二十四小时，有些事娃都在心里，这个是永远没法忘记。这个我理解过。咱们地震过后，家不像个家。人家本来原本的三口之家多么幸福的，现在你说这个像个啥呢？修房子对我来说都没得好大的兴趣。那么修房，家家户把房子修起来，像我们这些事情不是跟我们每个人没有关系的，他有一天会落到我们自己的身上。如果我不管，比如说今天我不去管，我认为这件事跟我无关，那明天我的孩子也说不准会埋在废墟里头。说不清楚。这个是当时倒卖钢材的证明，这是当时现场拍下来的，这个就是施工图，这个该豆腐渣楼旁的，现在有人在保护他们。这些罪犯反而他们现在又拿到了那么多灾后重建的合同，哎，他们也又盖起了豆腐渣楼房。这该惩罚的没有惩罚，但是现在都是刀房主老板这些，反正你如果是往上头上访，你像我们去找县城，更会走到县城，在乡政府立马都派人都去了，派出所都去了，晓得吗？有些事根本走不出来，半路上都被端转了，都被逮转了。给是在什么下？像我们在这个北山中学这，等于说这512那个，我估计是永远都得不到伸张。教授的施工图啊，就这块，它倒下来的房屋里面的东西就小呀，钢筋。图纸一看，或者倒房屋里面那个东西和图纸上不一样啊，这就是个很明显的对比。姜勇的独生子是北川中学学生，地震当日被倒塌的校舍压住双脚，临死前用指甲留低佢嘅遗言。死的时候没人救援，因为他就跟我们写了个这个。爸爸妈妈江东怀，高中一年级一班，爸爸妈妈对不起，让你们好好活下去。我17号才把他的尸体找出来，我心痛得不得了啊，悲伤啊，现在尸体火化了，现在骨灰还在殡仪馆，马上两年了。他说统一安排，不知道是等到活言活语。他们现在不要我们说哎，政府他说顾全大学灾后重建，不要跟这些媒体说这样说那样，就是不要我们接触媒体，去恐吓我们，说什么扰乱社会秩序，泄露国家机密，他们虚的是什么？他说出真实的东西说出去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怕哎，不要说了，我心里烦的很，这种。姜勇同一班遇难学生家长一直要求政府彻查学校倒塌的真相，不过地震两年了，他们不单止得不到任何回复，反而成为政府眼中的知识分子，备受打压。太多的现实让我觉得我自己的话信心不足，因为像有些媒体哈，被抓的被判的，包括有些学生家长被抓的背叛的都很多，所以说的话，一个小小老百姓为自己孩子讨公道，可以说信心是有的，但是真的不知道从哪儿着手。希望他保佑我们打赢官司，给他讨个公道，在天之灵的话能保佑我们。刘玉婷的仔亦都在大地震中遇难，两年来他没有想过放弃帮个仔追究责任，从震到省他逐级向地方政府申诉，甚至走到北京上访。
去年的时候我到北京给我打了国家信访办吧，他也是反映了这个情况，倒是现在的话是没有给说法，因为一年就这是地震过就现在接近两年了，我再过来问一下到底我们是怎么涛哥像这些孩子死得不明不白，应该给个说法吧。我是个现在是一无所有的人，一直可以说从地震以后的话，可以说这些家长里边我可能是个坚持到最后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吧。刘玉婷在家乡四川经常被政府警告不准她和传媒和维权组织接触，不过她并没有理会，因为她觉得越不同外界互通消息自己的处境就更加孤立无援，肯定要还给这些志愿者呀，还要不断的接触，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在媒体上啊网络上啊呼吁一些，引起大家的就是那个同情吧。我们把当天的孩子过生日的全部放上去，放了好几个月了，每天我们都放的，这样的话所有人都可以看到，让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事情。艾薇薇是中国著名艺术家和博客，在她北京的工作室贴满四川大地震遇难学生的名单，每一个名字都是她和志愿者亲身到灾区搜集得来，到目前为止名单上的名字一共有5215个。这些人不是一个一个无关紧要的数字，而是一些有血有肉的人，这里死了哪些学生，他们是谁，他们名字是什么，多大年纪，在哪里死去的，那么这些问题是每个人都想问的问题，但是没有人去问。无论中国政府也好，还是中国的这个民族的民族性也好，它的文化也好，都是一个拒绝去对生命是一种不尊重的这么一种态度，那么也同时是一个不断遗忘的这么一个态度。那么在每一次遗忘当中呢，都是一次自我的这种羞辱。艾薇薇说自己本住法律赋予中国公民的知情权利，曾经去信多个政府部门，包括中央和四川省政府，要求公开死难学生资料。不过得到的回复不是说不符合有关规定，就是说资料不可以提供。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没有能力的一个政府，那么同时呢又是一个处处在说谎和掩盖的政府，是一个非常胆小的政府。去年八月，艾薇薇和十几个志愿者由北京去到成都，准备就法庭审判谭作人一案作出申诉。谁啊？警察，检查证件。对，他们已经破门而入了。你打人是吧？叫我开门，我不让你开呀！打你哪儿了？伤在哪儿？谁打的你？我问你，说话要讲证据。我不会跟你讲争论的，我不会跟你讲。开庭前一日，三十几个公安闯入他们住的酒店，打伤了他，还将他们软禁，直至到案件审讯完才放人。我个人在那里，在这个四川遭到了这个警方的袭击，和我们之后对这个所有的问题的资讯都得不到回答，当然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。但是这些伤害和那些已经死去的人，和那些根本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人来比呢，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。我只知道我做什么，我就是不相信你的，你怎么着我都不相信你的，就这样。我还拿得出一堆的数据和一堆的反驳的言论来证明你的荒谬，就这样。
你持续撒谎，我就会持续说你撒谎，那一直就不会停。在5.12地震之后，阮云飞发动网民参与救灾，还不断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有关地震和灾后重建的消息。谭作人之后所做的学生调查报告亦都是透过他的博客发布出去。我没办法像谭作人他们一样，就是经常下灾区，但是我的长项是的言论和信息，那么我就通过我自己的博客的影响力来办周刊，来持续的关注这个地震，同时的话让那些发不出的声音能够发出来。他这个判刑的话对你会有一点的顾虑是吗？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顾虑，说白了就是说，其实你想一想，就是说谁也不愿意坐牢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有那个也没什么可怕的，我选择这样去做也是为自己。为什么这样讲？我可以这样讲，我做了这些事儿过，我晚上能吃能喝能睡，我不欠谁的。阮文飞的文章在内地有一定的影响力，他的博客因此经常被政府关闭。不过他说自己不怕政府打压，因为越打压越显示出网络所起的抗衡力量。网络上的优势说白了，哪怕就是政府现在破坏的就是屏蔽的那么厉害，依然是他们的噩梦。可以这样讲，网络是集权的噩梦，是中共的噩梦。除非他断掉海底电缆，不然这个噩梦不会停止。王少东追查豆腐渣工程超过一年，他没想到当初从家长手中接过一张北川中学的施工图，竟然为他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。他们是在小区秘密地展开了调查，问的核心问题就是王孝东有没有把施工图交到中纪委。他们反正是非常的怕我把这个东西交到中纪委。绵阳市公安四个公安到他家去，而且要到我家来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跑，我必须要跑，但是往哪儿跑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知道在成都我无法待了，警察要来找我。警察来找我，开始我就感觉到很恐怖的。为了保住张施工图作为日后彻查学校倒塌的依据，王少东这几年来被逼离开家乡，去过上海，又到过北京和深圳，几个月之前才回到四川，准备开一个问责中国地震局的研讨会。我们不是说要讨伐谁，要把谁如何怎么办，不是一个批斗大会。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初衷是建立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。原本他打算趁地震两周年来临，召集一班遇难学生家长和地震专家商讨向地震局追讨责任。不过开会的人未到，公安就首先出现。问我在做什么，我就说我说在开地震研讨会，然后那警察就告诉我地震是不可以预报的。我这么一个合法的公民，我都天天在被公安调查被监视，抄我的家，我犯了什么罪？那么这样一来的话，它只会加深这个公民和国家之间的这个矛盾。上个月刘玉婷在大地震两周年前夕再到北京上访，为个仔求一个公道。很多家长都希望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以暴制暴吧，也可能是因为正当途径讨不到公道了，就不寄予希望了，所以说我就会放弃正当的途径。我现在能够用正当的途径，我还是在相信国家，我不做违法的事情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我也是懂守法的人，懂法治的，他能够把我怎么样？我合理合法在就是进行我自己的诉求吧，维护自己的权利吧。我的孩子的话，作为一个母亲的话，不给自己孩子讨公道的话，我睡不着觉，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。所有的这种维权都是需要成本的。
那么很少有人有这个成本，所以说很多维权都是无疾而终了，就是你根本不可能，因为你耗不起，国家是拿着所有人的纳税钱在给你耗，那你根本耗不起。连我们这样就是说算是在成本上没有问题，我们是下了决心要跟他们折腾这个事儿的，我们都觉得是非常疲惫。那么一般的人我觉得耗一耗，不是你疯了，就是你彻底的就是失望了。一年前在四川大邑县，有人成立了一个私人博物馆，悼念四川大地震遇难者。当中有一个特别为一位遇难学生胡慧山而起的纪念馆。不过就在纪念馆完工之后，被当地政府说性质太过敏感，禁止开放。接下来是卫食总司令。